关什么的？六十六个人起跳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换个号打什么？等会儿换号打啊！先打几把这个号啊！我把手感打起来，好吧？这把这个段位相当于上赛季的一个王者局啊，高分王者局。祝大家新年行大运！还落地啊！我的幸福年，应该是回家吗？回家过年吗，兄弟们？你们有多少人就是刚外地工作然后回家过年的呀？ 是不是都回老家了呀？2月5号了，大年39号啊，还有一周的时间。春节除夕我也会陪大家播，好吧？一直播，谢谢欢迎陈建祥，谢谢老鹰的关注，谢谢。出差吗？哇，那你们公司真的太亏了。 老板怎么这样？春节还让你们出差，拉扯啊！你看，我们打欧文的话，控线打他，等他放 W， 我们再拉他啊，控下兵线。哎，对面的话是个杰打野，带的是先攻加点蓝，偏拉 Q， 有点稳。这个奥温的话没有打得很激进啊，我们控下兵线，等他放 W， 我贴脸偏他 W， 他不交，那一直交 Q 技能消耗，这种就是。 典型的混子，我们落手打混子英雄的话就不要急，兄弟们啊！线上蓝杀一点，但是不要慌 ，EQ 往后走。啊，这波有点小出，被他 A 了一下，但是不存在，兄弟们 A 一下没关系的，不要被他 A 了很多下就没关系。这个血包，啊，这把我们就控线吧，控线吧。这个血包吃到满血啊，这波的话他兵线还可以啊，兄弟们。 兵线还可以，把线推进去，骗他 W， 你看他骗 W， 我们直接拉，但是没有 W 的情况下，我们不要急，按 A 长矛普攻，你看他 A 不到我，兄弟们，而且我还能消耗他一下，头上没有了被动，那直接上啊！再 A， 谢谢找哈哈的小心心，谢谢。控下兵线，一技能的话还有7秒钟时间来回走位。 瞎子的，这波的话猴子在野区我们可以套一下，我可以支援你兄弟。我感觉前期我们可以打啊，卡丁虽然说前期有点弱，奥恩升5级了，我们开个疾跑啊，说了一个洞 ，Q A W 拉2个的同时 ，A 1刀2刀，不要急，兄弟们，直接1刀死，在 A W 闪现拉开，这波的话流血流死没事，这波的话换掉兄弟，换掉，我们2换2也还 OK， 卡平 A 了我怎么？ 我这波卡平 A 了，来个小梦锤加人手宝石吧。对面的话半肉阵容，我们这边3个。谢谢哈哈哥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欢迎，谢谢戴哥的点赞，谢谢。欢迎优导。没有劈死就挺离谱的。阿波，我其实卡平 A 了，不卡平 A 的话应该可以打。被 奥恩 的话 Q 技能减速，那个亚索卡了个攻击间隙，没有 A 到他，导致我们卡顿了一下。 没有拉到2个，拉到2个上吧，应该是起飞了。你这个血量还不回家呀，兄弟，一直待在线上。最下劫，这波的话要抓我这对面，减速一下，往后拉，先打奥恩，哎，拉2个的同时 ，EAQ 回血，擦一下，擦一点，做个布甲鞋吧，兄弟们，做个布甲鞋。 没事，慢慢来，这把。我方项目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被针对了，啊，这把被针对了一下。今天不要急，就别喜欢往下路走。我们先稳一点，好吧？谢谢哈哈哥的加油啊！谢谢哈哈哥的小心心，谢谢。叠六级没有大招了，哇，这波兵线直接吃满。其实我这波兵线吃了和那个奥恩基金是一样的，不用担心，基金没有落后的。 我经济比奥恩还高一点点，现在好 W 补刀，控下线，好的，小心下劫啊！节奏的话又去刷野，刷完野可能还要来，我们控下这波兵线，闪现的话还有40秒钟，来回走位，别被他消耗了，来往前面走，来回走位丢一下补刀，闪现的话还有半分钟时间，骗他 W 啊，兄弟们，骗他 W 贴脸骗他 W。 一个 Q， 他等我，等他叫完 W， 我们再 A W 减速，有点难杀啊，奥恩这英雄。
那么就游走，对不？大不掉我们就游走，看一下野区这个视野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小龙，先把视野做一下，然后往亚索靠。亚索直接被中路抓死。谢谢哈哈哥的加油啊！谢谢谢谢阿威哥的关注，谢谢。拿先锋没入手。他想抓我劫寨，这不他们打峡谷去了，给他们打吧。这波走一下拉回来 A W OK， 不要让他 A 到强化普攻了，头上没强化普攻，我们再 A。他不敢跟我打，兄弟。好，走吧，啊、这个血吧，走一下。血的话太下路，他在打一个人打峡谷先锋。这个血吧啊。这波的话，阿文没状态了，我们直接上。看能不能留一手。确实有点难留啊，这波的话先打蓝可以了，把蓝打了吧，拉回来。哎，太极法，哎 ，W 电闪血都弹出来了，别急，推动先回血。没办法，这个位置被四个人包了，一晃二。可惜，小可惜，小可惜，来个不雅鞋吧，不雅鞋，然后加一个蓝盾也可以，这把稍微做肉一点，因为对面上班上单的话也是肉，锻炼程度些。奥温的话做的是耀光，九头蛇吗？这个人做，有可能是做神分的冰拳，有可能是做冰拳的，主打一手消耗的，知道吗？没意了 ，Q 闪减速他，他没闪，这波往前面走一下，杀不掉他。哇，被子杀不了这个人，兄弟，巨肉巨人跑，兄弟们杀不掉，杀不掉就不要急，啊，推线我们游走。Enemy slain。太肉了，兄弟们，谢谢哈哈哥的粉丝牌，谢谢。他虽然经济高掉那么一点，但是暂时打不过，暂时打不过，拉回来。OK， 没强化普攻了，我们直接点跑，把杜城吃一下，杀不了人头，我们就吃杜城。打不到反速，别被他 A 到了，吃个血包，打个和血啊，我们吃个血包 ，A W 提高的话，三秒钟的时间，一刀、两刀 ，A Q A W 再 A， 携带上路的，这波直接急跑，他没有闪，他死了，兄弟们，一个 Q 起手 ，A W 他肯定要交 W 啊，兄弟们，等下交 W 我们再交拉 ，A 接 Q 回血，大招拉近距离，极限拉回来 ，A 贴脸，兄弟们 A。来交完强化普攻 ，AWQ 单杀，你是真肉啊，兄弟！谢谢重生哥的入团卡，谢谢。W， 好，这波杰来了，哦，杰死了，我们直接拆下他。对面的话在中上的，直接先点补，好吧？哎，这个血包，这个视野 ，AWAQ。大招的话还有20秒钟，直接拆兄弟们啊，直接拆，把他下了，拆了 ，A W A Q 好走，我们往中路靠一下，来个蓝盾，来个蓝盾加个血手，塞纳八级1-3，卡 bug 了兄弟们，卖不掉了，买错了兄弟们，装备做了个蓝盾。这把本来是第二件直接做黑切的，黑切再买蓝盾啊？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卡牌啊？为什么卖了装备就撤回不了呢？在家里面，还说我走过去了，这不，好像是我自己走过去了啊。闪现的话有6秒钟的时间，杰的话在 OB 我们，这里没有野，我们多蹲一下，盲拉一下，没有拉到，没事，吃一下野。然后往后走，别吃我控制。我们看一下小龙，这不，小龙马上刷了。我黑切还要多久？黑切还差1000块，这波现带了不够，我们往中路继续反蹲。这波不要带了，反蹲，我们反蹲。对面肯定要打起来，没有控到。叠的话9级，我们蹲他一手啊，蹲他一下。OK， 他可能要过来，他过来的话，我们先手 Q。Q 起手，好 ，A W 结束 ，A 疾跑一开，他没有 W 了，这波也没有大招，注意危险，他等 W 换位，我们 Q 一下，闪现跟 A 键一刀斩，
哇，太能跑了，兄弟，太能跑了！拿龙吧，拿龙，拿龙！杰没有闪现，杰没有闪现，交闪交大局，直接开龙啊！注意一下奥恩的大招，胳膊先救一下回血，然后的话吃个血包，这个视野对面不敢拦的，对面少人，下兵线吧。 谢谢靓仔哥的小心心，谢谢闪现的话还有1/2时间啊，是吧？对面也是3个国服，很会玩的对面。来拿增益，来个黑切吧，来个黑切，黑切，然后等会做个推特棒，黑切推特棒，然后加个血手。欧文的话2-1，卡萨的话4-2。 谢谢靓仔哥的小心心，谢谢。哎，我对我 Q 了个 Q 技能选手，这波可能往上路打，抓下塞纳，塞纳这波被包了，无情铁拉 A 剑刺斩打击，炸了这方剑1刀斩，300块拿到。我们继续往中路走，杰的话就别去追他，追不到的，太能跑了这个人。因为他有2段位移，哎，W 下路包来，下路。 我在往下路赶，追这两个我又疾跑，他们两个死，追一下追一下，兄弟我在后面，我在后面追，我先杀卡萨这波，杀回来 A W 减速往他前面走 ，A 刀血肉砍出来，卡萨没闪 W 剑1刀斩，怎么这么肉啊卡萨？哇，好肉啊5-2，8300的经济。 哈哈，攒不动啊，兄弟们，他这个护盾，卡萨没闪，没虚弱，塞纳怎么说？卡丁，减速一下，大龙的话20秒钟啊，别急。感谢解雇的小心心，谢谢。没秒掉他这边，大招的话也15秒钟。他交闪了，交闪躲了个 Q 技能。 交闪，然后交大招了，给了个护盾，来中团一下，这波抓一下牙水，这把的话我们不要坚持吧，就棒拉回来 A 减速，然后别忘他前面走 A 一下，火力火击飞 A 一下，两下接闪，血肉砍出来，看一下对面卡萨，卡萨的话没有大招，但是也不要追啊，打一个大龙吧，兄弟们打大龙，这边有 W， 大龙说实话不好拿，这边卡萨很肥的。 不打吧，不打，我感觉打了要炸的，等下波吧。一把的话也10秒钟的时间 ，Q A A A W， 打个我是9的，不打不打，等下波。谢谢解雇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我来个血。欢迎梦仔，欢迎 ZZ 老哥，欢迎0074啊，欢迎茶哥。 看一下龙，兄弟们，看一下大龙，这个视野，这个的话没有控制到塞纳，我推个棒还有5秒钟，先别急啊，拉不到，看杰的位置，打本Q秒掉，秒掉的话我们看一下后排，奥恩的话叫大招 A 一下，然后先看亚索疾跑，一看先把亚索秒了，休息手，这波利用亚索抵押血肉啊，拉回来 A W Q 三闪被动，斩血肉砍出来，往后拉一下，闪现拉开。 这波的话 ，Q 推个棒 ，W 先杀塞纳 ，A 先拉回来，一 Q 击中，接1刀斩，看卡萨接1刀斩，接 A 接 Q 回血，往后拉，停 A， 他被我红 buff 连住了，这波拉到就死，兄弟们，他只要回头 Q 一下他就死，底线 Q， 没事贴脸减速，接 A。 哇，这个人怎么这么肉啊！哇，我这个E技能用早了，刚好 W 挡了我的E技能，我人麻了。我在路上。哎，我上头了，这波上头了一点，血肉没有去上。 走，等我，兄弟们，等我一下，这波龙魂呢？这波龙魂不要浪，等我来，好吧，等我来，等我来。啊，我好肉啊！冰拳、石像鬼、生花。
哇，这刚被拉扯的头皮发麻，主要是他把我 E 躲了那个 W， 细节他预判的一个 W， 弱化先手炸了一，塞拉被控住了，要不有视野往后拉一下，可以，弱化甩个牙锁还可以打，开个皮划船，丢一下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别被奥恩拉扯了，这不，我们猴子在后面，最棒，点数接 Q， 好，直接打，直接上，猴子要来了，我先拉扯拉回来，一 Q 回血往后拉。看一下杰的位置，哇，这几个好人拉扯啊，对，好控，兄弟拉回来 ，A 接 W 接，一刀斩，血肉弹出来接 Q 回血，极限 W 接一刀斩，再 A 一刀往后拉，别急，发个野吧。抓个野啊！一些解雇哥的小心心，谢谢。大招的话还有半分钟时间，刷下野区啊！小心的话还是八秒钟时间。OK， 大龙这么给打，对面的话可以卡个复活时间。对面最早的话也在三十秒左右，三十秒复活不足够打大龙了，这不来个血手啊，血手然后加个死亡术，这把是高分局啊，兄弟们高分局，对面很会都挺会玩的，不过我们确实失误太多了，慢慢来是吧？感谢欢迎一顾老哥，欢迎快乐，欢迎小刘，做个视野来吉宝的话还有十四秒钟，压了这个奥恩的话一千了，兄弟，哇，这个大招得给个大龙，对吧，忙拉一下 AWQ 减速键一刀劈，刷他野区啊，把他野区全吃完， AW 我有双招再 A 一下，好，别怕兄弟们，我有吉宝拉回来，往后拉 ，W 键一刀斩，看一下亚索兄弟们，先看亚索 Q 闪方位，血肉砍出来，往后拉一下，再拉扯节奏的话在后面，我们一个无情铁拉，别 A 接 W 外圈抓，他肯定要遇我，好，交完 W 再 A， 交闪 ，OK， 我们推下中路兵线，欢迎彩虹老哥，欢迎月山，欢迎顿顿，欢迎 LEA，WQ 闪现还有两分钟的时间，推线啊。杰，哦呦，这把卡他，别追，别追，直接干他最别的，没有必要硬追的。我走了，要被拉扯，这波死了就掉炸血之类的呀，别死就好。走啊，来个死亡术加一个复活甲，直接起飞。来，回家做一个死亡之舞，我们好吧？闪现的话两分钟，大招大远古龙的话还有三十八秒钟的时间啊。奥恩的话五杠二杠十，一万一了，仅仅是个蓝 buff， 这不，这蓝 buff 我上头带一下，一把还有二十秒钟，继续再推一下。欢迎怪兽，欢迎 PCB， 欢迎感叹号，欢迎戴露丝、戴思瑶。大招伤害很低吗？其实还好。这波的话，我们有大龙先传一波吧。我看他们隔枪拉一个过来。别急，我们等猴子开，我们这把打后手啊，打后手收割，打后手收割一波，因为对面很肉啊。迪宝一开，卡萨这波掉点了，先拉 E， 奥恩没有必要去开他呀，看后排就好了。AW， 但是可以利用奥恩叠加血肉，我们 A 一下拉回来 ，EAW 血肉续上 ，OK， 先杀亚索 ，A 键一刀斩，血肉砍出来往后拉，对面好肉啊，兄弟们。个个都很能，包括这个亚索，亚索做的是心之钢加一个神分，兄弟们，日头不得没伤害呀、啊，兄弟们，你看我，连那个亚索都做心之钢了，卡萨做奇迹，那个收集者了都做。集合进攻远古巨龙，打龙，兄弟们啊，闪现的话还有十五秒钟，卡波远古龙，我只说一句老白，可以把蓝 buff 留给我吗？你怎么知道是我呀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没问题了，老哥。他、啊、怎么知道是我呀，哥们？一刀，两刀，对下劫，劫这波想过来抢龙，就直接拉血，没用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我卡萨这波杀不了，我们打大龙吧，这波。没事，只有卡萨有远古龙，那飞过来我们直接闪现走就好了。哇！哇！卡萨这波开挂了吧？
等我拖着他们打，我们再打。别打啊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！兄弟，这波打的是炸了。那卡塞开挂了，兄弟们，怎么飞这么远啊？十五级，这波只有卡塞一个有云果龙，他们打到我们再打吧。啊，拖住好吧，拖住，拖住，拖住，他们打我们再打。拖住，拖住，拖住。别回，别回，这波回了给对面机会，开大龙了。来拿增益，守住就好，守住就好。他们不敢打，他们不敢打，只有卡塞有云果龙。我们这波打后手，闪现的话一分四十秒钟。来看一下大龙，我在路上，马上到。原来奥文的话两千的经济，这波守一下啊，云果龙还有半分钟时间，这波 OB 继续 OB， 大龙刷了，走位，亚索在拖，他们在拖，然后打龙。我们这边的话经济高于他们，咱们怎么敢的呀？说实话，还敢开大龙，怎么想的啊？不要打，拉回来。往后拉一下，别急，这个的话拉直接 OK， 好秒，直接起跑，看一下对面的一个亚索 Q 追的棒，减速接一刀斩，血肉弹出来，看一下塞纳拉回接 A 接一刀斩，减速接外青瓜接自残打击秒掉一波拿下，谢194的关注，谢谢，特把他们全做的是肉，斧子做的是冰拳，亚索做的是心之钢，奥文做的是野子，也是做了冰拳啊，直接 all in 一波拿下啊，三连胜啊，兄弟们三连胜，哇，这把差点就没了呀，兄弟们，差点就 GG 死，啊，觉得主播打的还不错的，可以给主播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啊。老板是打野落手的，会教大家落手怎么路线，团战怎么打，逆风怎么运营。